我先走了，若不想受伤，就待在我身边，我护你安全。眼下只能你替我入宫，再找太子拿出幻身。我，公子，人已经收拾妥当。这银子，众济院本是济世救人之所，你们拿朝廷俸禄，受百姓接济。 却趁着天灾掠夺灾民、贩卖人口，还暗影杀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公子，若要为难在下，那便只能强留几位，再次喝茶了。那个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梅姑娘这么着急，是有何事？你又不还我珠子，还留我在这陪你挨打？若不想受伤，就待在我身边。 处置他！我好好奇你背后到底是谁，竟然让你如此嚣张！说出来吓死你！咱家大人可是在吏部当差的。原来是吏部啊，难怪国库多少银子都填不了这个无底洞。众济院长事罪不可赦，带走，别动！ 走，别推了啊！走，快点！这个样子还有这种罪？看出来了，组长，不要这样，走走走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岳灵珠。 绝对在他的身上，要么你再想想办法。我现在的样子怎么见太子？另外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比幻身更为急迫。什么事儿？明日是我入宫学的日子，如果换不了身，入不了宫，不仅你会受罚，整个丞相府都会受牵连。丞相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，先走走吧。丞相府受牵连，丞相千金会不会有事儿？会啊。 丞相千金现在就是你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只能你替我入宫，再找太子拿出幻身。我不去，绝对不去！我这性子进了宫，活剥三刻钟。我不去，不进宫不找太子，怎么找岳灵珠？好了。